大家好，我是澳门歌手 Michelle 段美玉，咁啊，今次真系好开心啦，同埋系我嘅第一次啦，可以参加呢、這个第四届嘅 VIP 音乐榜嘅颁奖典礼啊。咁而家嘅心情仲系好兴奋啦，咁希望阵间都会有一个好嘅成绩嘅，唔好辜负大家。首先我就觉得好开心会有呢一个机会啦，可以同好多唔同嘅歌手啦，嚟自香港啊或者港澳台嘅地区嘅歌手可以聚首一堂啦，喺呢个地方，喺澳门呢个地方，同埋感觉上咧，即系以前比较澳门都系focus 翻喺澳门嘅歌手嘅，咁而家可以喺澳门嘅地方有唔同国籍、唔同地方嘅歌手可以嚟呢度，咁大家咧就有一个交流嘅平台，咁我觉得好兴奋、好开心啊，都仲系而家都好紧张，系啊，好。多謝曬 ，thank you。我哋馬上為大家公布嘅就係我哋 VIP 嘅熱播新人金銀銅獎得主。係啦，咁不如我哋先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啦。我哋又請亞洲中文音樂大獎執行總監裴曉龍先生。係 VIP 熱播新人銅獎，段美玉。新人金獎得主。